高雄市从丰富多彩的生活中交织成一个友善的多元的文化社会，这点我们非常引以为傲。事实上，我们深信每个市民都渴望用各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因此我们的城市有了属于我们自己的风格，也因此高雄的多样性不只是在种族融合而已，也包括了我们宗教的多元性。那事实上，在我们到高雄地区，在台湾也已经有所谓宗教联合国这样的名号。而也因为如此，我们很骄傲有像你们这样主动持续协助来改善社会的团体，并且在需要帮助的地方提供协助，所以我们非常高兴能一起来庆祝你们三达基的理想机构在我们高雄的开幕。我们也祝福三达基教会的拓展能给高雄市带来兴盛与繁荣。让我们，我把我自己奉献给这个城市已经好多年，每天在这里发生的事情都非常的重要。我告诉许多人，每一刻我都在想着怎么解决方法以及处理生活的新方式，所有这些事情都为了改善我们每个市民的生活。这是为什么我今天想要和你们说，因为从我过去和你们教会的接触中，你们总是非常有效率的为了我们这个美丽之岛善尽职责。你们真的做得很棒，将正面的能量散播到每个角落，所以我对这个理想机构能够在高雄落地生根十分的兴奋。能够在这一个完美的地方提供全球性的计划案到我们的城市，这真是一个理想的场地。身为一个高雄市议员，我希望我们的政府可以和贵教会有更密切而广泛有系统的合作，希望这个理想机构成为我们高雄的新地标，不只为高雄和台湾带来深远的影响，甚至要弘扬全亚洲。我在台湾与亚洲从事多年的反毒的工作，我主要的我是想让他们知道毒品的真相跟宣导品，宣导品的来源来自于三大基，三大基给了这么大的一个力量鼓励我继续做下去，所以我后面有一个不倒的勇士，他就是三大基。三大基给我的不是面包，不是物质，是精神上的粮食。这个精神上的粮食是目前空虚的人、吸毒人最想要的，在哪里？三大基的宣传的禁毒的手册里面。我参与教会的事务，做得最理想的，我没有想到，在二三十年以后，最理想的一个合作最紧密的关系是谁？三大基。在这个盛大的一天，我有一点，我一定要提到的是，因为在过去十年来，你们直接帮助了在高雄和屏东建议的收容人，提供了你们的无犯罪重建的一个讲座，你们教导了所有生活所需的技术，像是沟通、道德教化，或是如何辨识水是你们的朋友。多年来，你们付出时间和生命宣扬反毒和人权。我今天呢，代表内政部，这个宣布三达基教会已连续十年赢得GEO宗教团体奖。